老高叔，我是 AB 啦。咁我今日咧又嚟到新竹县嘅尖石乡，而呢一个部落咧叫新光部落。咁我呢个咁特别嘅场景咧，就系位于新光国小，系新竹县入边最偏远同埋海拔最高嘅一间小学。大家都应该知道我系非常之中意深山，咁咧我就揾到呢一个地方啦，就叫森林教室，因为佢系完全同隔篱呢一片森林咧融为一体嘅。咁咧亦都冇任何隔膜，系得啲木凳同埋呢个黑板嘅啫。而另外咧，這個小學咧，我聽聞咧係得60位原住民學生，佢哋成間小學嘅外牆咧圖騰都係原住民泰雅族嘅圖騰。唔知道大家啱啱有冇乖乖地咁样睇完我影嗰啲山水景色啦？咁我喺第一部原住民嘅影片嘅时候咧，已经有讲过会再翻嚟尖石乡嘅。咁今次咧，我就揾到更加多推荐俾大家去嘅景点啦。但系前提系咧，去呢一啲地方都系冇大众交通工具，要自己揸车或者包车嘅。首先咧，我就想同大家讲关于啱啱见到秀峦村嘅嗰条吊桥。由于台湾每年嘅12月咧就系枫叶变红嘅季节，到12月嘅时候咧，吊桥后面嘅所有枫叶咧都会变晒做有红、有橙、有绿色，咁咧系好多摄影爱好者好中意去嘅一个地方嚟嘅。咁至于镇西堡咧，听落去个名好似军事基地嗰啲地方啦，但系其实咧佢系个译名嚟嘅。在泰雅語入面咧，係有清晨的時候太陽第一個照到的地方的意思。咁嗰一座教堂咧，係佢哋居民咧親手一磚一瓦咁樣砌翻嚟嘅。佢哋用的石咧，係用佢哋附近秀峦村下面嗰啲溪石同埋花蓮嚟嘅大理石。咁佢哋起呢個教會咧，足足咧起咗10年咁耐。咁終於喺1947年度落成啦，到而家。咁教堂後面咧有一個編織手工藝嘅工作室，入邊咧就係賣一啲關於原住民編織嘅首飾啊、散紙包啊，同埋好多大自然素材整成嘅小品。咁我當然有同個工作室嘅老闆娘傾偈啦。咁佢咧講咗好多關於佢嘅故事啊、原住民嘅故事啊，同埋部落嘅故事俾我知道。就例如咧，佢會話俾我知泰雅族入邊咩顏色代表咩意思。咁咧，好似我手上面呢個手環咁樣啦，呢個顏色咧就叫做英雄色，就係因為男仔打獵完之後，長老會為咗鼓勵佢哋得到嘅一個，譬如話服飾上面咧就會有呢個色啦。咁我下次咧會再嚟呢個地方嘅時候咧，應該咧就會同拍攝團隊拍攝一個新嘅旅遊節目。咁大概會喺下年香港播出嘅，咁大家一定要期待同埋支持我啊！好啦，就這樣，拜拜。中意呢條片嘅人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我哋下集見，愛你哦！